可以采访你一下吗？可以啊。哇，你这个造型好特别哦！一直以来你都是主演，你觉得这次角色怎么样呢？我觉得每个角色都有不同性格和命运，他们让我体验到了不同的人生。哎，别提了，这一年拍戏老是被挑选到，虽然武功高强，还英年早逝，演了厉害的神仙，竟然魂飞魄散。好不容易才演了《倩女幽魂》，主演了男妹纸冷月心，还没打个大 boss 就被小兵偷袭了。啊！网传说我玩倩女的时候找代练，狗也不想啊！但我很忙，我只能在洗手间拍戏休息，等飞机的时候过问你。趁我不在，还有人冒充大神，你们这些杠上奈何、贱上奈何，还冒充我的名号去撩妹。妹子们，游戏有风险，嫁人需谨慎。作为一个敬业的 NPC， 一年365天，一天24小时都在精灵城为玩家止住。大伯，马老师在哪里哦？每天接着你们秀恩爱，一会儿是盛大游行，一会儿是满屏发版。我听说还有人在游戏里认识了四个月，就闪婚了。我可能玩的是假仙女。这是什么？集体婚礼的证婚人。原来是一份更大的狗粮啊！啊！我刚上哪了？听说倩女手游嘉年华盛典，你会到现场参加活动，有什么惊喜带给大家吗？嘉年华这天，我会作为证婚人亲眼见证几对游戏侠侣在现实生活中喜结连理，你们一定要来哦！